球啦，他很认真，那这样子米球在丢，这个米球我们现在是拿来敲穴位，手的穴位，让这个气能够通，让能够止痛。其实很多痛哦，是他气不通哦。啊，我们的手，尤其手跟脚哦，脚很多的地方是怎么样子，去蜷曲的，被那个巫婆血有没有，渐渐的那个血啊，被绑住了。所以我后来哦，就用这个米球来敲打哦。啊，一开始哦，事实上是这样子，我手嘛。我做手术哈，我那个手套戴太紧，我们戴两层手套。啊，我做手术又太多，然后手术动作多，那个手套哈把我束住以后，我手开始麻，麻到有时候晚上会醒过来，晚睡到症候群。我在想说，哇，啊，如果我去开刀，那怎么办？我就没有办法做手术了。我外科医生呢，我手最重要了，那我就开始练，开始撑它。原因哈，我们手会晚睡到症候群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有抓。而没有怎么样伸开来，屈而不伸了，所以我哈就叫病人哈做这个动作叫波比，这样撑开来。哦，这个在书里面有，在书里面有。哦，食指，哦，把它撑开来。哦，这个在书里面有，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来，这个是狄怀的手，来，手掌八度，95页。95页就是这个95页，手掌8度，8度硬的伸展。哦，像人家弹琴哦，很少来找我开刀的呢，打电脑很多了。他那个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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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他不是要手掌八度吗？哦，就是手要打开，所以他才不会晚睡到这么久。我观察到这一点，哎，弹琴的很少来，打电脑很多了，因为打电脑都抓嘛，抓滑鼠嘛，所以他老鼠咬到嘛。对呀，啊，你以前弹琴的时候很少痛嘛，你弹琴的时候手用的时间也很少。那我弹琴哦，最重要的一个给我启发哦，是侯老师的女儿，哦，对不对？你去澳洲学琴的嘛，伊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李斯特啦，哦，好不好？所以我的老师教我太极拳、美人手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女儿跟我讲说，他们弹琴的第一堂课就要坐正，然后要手要怎么样放松，然后力量是怎么样到指尖，所以他们不会痛。好，我就去体会这些。哦，哎，不是，你没有展开，没有伸展啊，就好像你只有洗脸，你忘记梳头了，那，啊，头发怎么样？打结啊，你这样就痛没有关系，你要撑啊，要撑啊。哦，好像你现在刷牙，牙齿有流血，啊，不要管它了，继续刷，继续洗，它那个牙周病就会慢慢好起来嘛。哦，啊，你痛你不要过度用力啦，你就是撑，咱台湾讲撑开啦，撑开啦，撑啦，哦，把它撑开，慢慢把它撑开，哦，哦，这个是手掌八度。好，那米球呢？我就是练那个怎么样去玩它啦，哦，怎么样转，怎么样玩它。后来我试过很多东西，哦，用过盐呐，后来盐变硬了，失败。啊，试过很多东西，后来用米，为什么米呢？就是两个 A，available，affordable。哎，用米你得得到啊？用沙子你得得到吗？我吹无啊，台北要吹吹沙啦，对不？吹无嘛，我就用米，哦，用米。所以用米就是你取得到，而且米哈，哦，有人说还可以辟邪啦，哦，我觉得好啊嘞，台湾人最迷信呢，哦，用这个最好用，哦，哎，哦，所以用米哈，哦，我就用这个哦，用米来弄，哦，啊，哪一种米哈，哦？我跟你讲哦，最便宜的白米就好了，哦，最便宜的白米哈，哦，这样子就好了，好，哦，糙米不要哦，糙米很容易坏，因为糙米有些麦麸有蛋白质，它会容易坏，白米啦，越白米。你知道哈，为什么人要把米碾成白米吗？一开始哈，他们发明这个是为了保存，可以运送远。糙米不容易运送远，哦，当变成白米以后，你现在都吃习惯了，你都喜欢吃软的了，吃软饭的就不能吃硬饭的，所以就变成说好像白米才是好吃，事实上糙米才是好吃，才是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酸痛是维他命 B 群的不足。因为糙米的壳里面，糙米那里面有维他命 B 群，哦，那个不足，
所以我们就只好弄维他命 B 群给你吃啊，哦，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分开来，然后人家再从这里再去做维他命丸给你吃，你就比较高兴？哦，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部的食物一起吃就好了？其实不用听他乱讲，那个身体会排的。新闻哦，新闻你哪在听哦？有些时候是有问题的。哎，其实哈、哦，他们这些在背后的那一只手哈、哦，是不希望人健康的。说实在是这样子，这整个 medical industry 哈、哦，有些时候他们哦，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以偏概全的。不过我是说哈、哦，有人在讲话的哈、哦，通常要付钱给他了。所以我们台湾的柳丁有没有人付钱给他讲话？哎，那个天田丁哈、哦，是我这几天他们想出来的呢。哦，啊，达林是人家想出来的，啊，达林天田丁是天田丁，这是我想出来的。哦，我们台湾如果愿意多花一点这种时间去把台湾的水果给它赋予意义的话，我们台湾会不一样。是这样子，哦，好，我刚刚讲伸展，对不对？把它伸展开来，哦，这个大家随时可以做，多久？15秒就可以了。为什么是15秒？因为哈、哦，你才不会睡着了，这样懂吗？所以大概15秒，好、哦，啊，做几次？我都是做15次的，15的15，15乘15多少？225嘛，225几分钟？8嘛，4分钟320嘛，25刚好介于三分半左右嘛，对不对？所以你付得起的呢，叫你三分钟一天这样子累积三分钟哦，而不是叫你一次做三分钟哦。希望对对，安尼保密一下，你敢袂晓？对不对？上无你有当时嘛，提起来叫人照一下啊，化粉一下，补妆一下啊，对不对？梳梳头发啊，像我头发就有点太乱了。哦，那个应该像我的那个阿公一样哦，聪明必须绝顶就好了。哦，那头发越来越少，哦，所以我看起来哈、哦，已经跟我爸爸，有点像兄弟了啦。因为我老得快，我爸爸老得慢呢。爸爸冻龄，冻龄了，我爸爸冻龄了，我很快就追上了。哦，因为我现在就是说，好，伸展哦，这个一定要做 ，affordable available 哦，你自己就可以做到了嘛，对不对？哦，健走杖。我叫我的病人走，他说我都不敢出去走了。我说没关系，你在家里走，啊、哦，15分钟就有效果。15分钟配合我们的呼吸法，15乘以15分钟几秒？15乘以60多少？900秒嘛。900秒如果用我们吐吐吸吸，一分钟大概走72下，72下是一个很好的共振的哈，72到76下的步骤，那算70小70好的，15分钟70，15乘以70多少？1050嘛。所以你如果这样走的话，大概1000下。心跳计算，我说走路的步数，一分钟走步数，没有那么多次了，没有那么多次，哎，所以我们吐吐吸吸走很慢的嘛，哦，你也可以走快的，哦，你也可以走快，我是说你走的速率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走，哦，你大概15分钟走个1000步，计正是推10000步了。哎、欸，我们今天已经几步了？那个李大姐，你几步啊？多3000啊？哎，5000了。啊，拍谁了？今天在看5000呢？我跑了。哦，5400哈，其实像我发现说我自己，我以前在国泰医院的时候，我是不坐电梯的了。我走楼梯这样走来走去啊，我一天大概12000，我自己算过，哎，查房哦我都用走的，但是我出来看门诊以后，一天很难超过8000了，8000很难了、啊，对我来讲有点困难，所以我做不到的哦，说实在我不敢推行了，可能做不高啊，对不对？我不敢推了，但是这个哦，健走杖一天15分钟，像我走路上班这样子，我敢推。因为我做的真的是有效果，哦，
所以这个健走杖就是让走路更有效率，运动更有效率。哦，我这样子伸展，哦，这样子推嘛，对不对？有没有？大家现在坐着嘛，对不对？那你就这样子，用手的这个地方撑住你的大腿，稍微推一下，身体就会挺起来了。